好吗？没关系，下次我来的时候，姑娘能便宜点就成。妈妈，这是给你的，谢谢儿子。这个是我的。擦个油了吧？擦不掉。哎，没关系的，糖糖，小姨送了一台沙发清洗神器，你忘了？那你给我包起来吧。包起来干什么呀？不然是李老师有呀。啊？咱秀给李老师干什么？李老师每天收拾很辛苦的，也没有人帮他。Love is the best place to find the lovers。喊你讲话啊？哦，你好。你吃饭了吗？没有。你在不在？我就点了你吃了。不吃，谢谢。要个芹菜吧。不要，那你给我便宜点也不行。行，要那个大的吧，3块钱的，行不行？行。好，来给俺钱。好，谢谢，给你芹菜。好朋友，这个等于多少钱吧？六。47，你捡一下吧。